开始要的是五成五的，我说了跟他说了半天，我说五成五的，五成五的就来着。我走开，开始贴刀了，没事儿，事儿不多。加个小轮儿啊，这边呢，这边呢，一个小排轮在这挡着点儿，对对对，是吧？再压个轮儿就不用扶着了，可以打那个面皮让它过去。那这个对鱼面这样拽着拽着，它就像在拽这个。你能过一个再转过来吗？加个小排轮也行。这还有点矮呀，这个还是吧？稍微挡了一点。这个稍微的再差一点点就行。